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元神活动的攻略，元神源源滚滚交叉火力文件活动攻略，元神 4.5 第五关。这边是第五关极限测试，我们这一关要打够6000分，6000分我们可以退了。这边要靠近才能打出一个贯穿炮的效果。好了，咱们这边现在已经是6000分了，6000分我们可以退了，结算。好了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